那胰脏发炎的主要的症状，不肚脐的左侧，还偶尔你会看到右侧，动悸，气会上冲，胸口、心下痞、呕吐，心下痞的胃里面难过啊，同时呢，胃痛，痛得很厉害。我们用的处方呢，苓桂甘枣汤，茯苓桂枝、甘草、大枣，治疗这种左侧腹气上冲心，加上枳实、芍药、桔梗、排脓汤。那在治疗这个胰脏炎的时候，效果很好。一般来说，你如果得到胰脏发炎，大概15、20年以后，得到胰脏癌的机会很大。处方好，这边不变，5钱、3钱、2钱。苓桂甘草汤的话，茯苓有5钱，桂枝用3钱，甘草2钱啊，红枣10个，诸如此类的，要赶快把它治好。这右边痛上来，胆结石也会有这种现象。食物的浊水出现的时候，都会用到枳实。